小姐，您的外卖。进来吧。我就想着，昨天晚上你们两个睡那么晚，估计今天早上是起不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一些早饭过来探望一下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体贴？你超体贴的。刚才上面金岩说你看过新华食人魔的档案啊？是啊。他一般不给别人看，他的母亲的姐姐都没看过。你看过？嗯。你为了帮他恢复做了不少事吧？没人帮得了他，自己恢复的。喂，瑶瑶，我现在过去接你们。去哪儿啊？吴教授不是说今天要来警局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吃早饭吧。今天第一天报道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哎，警局长能不能不要脸拿那么长？哎，进来看看。不错，就是看起来空荡荡的。一旦正式运转起来，很多机器、设备、资料都会用进来，只怕到时候还嫌空间不够用呢。倒也是，我马上让人给你们安排好。好，照这么说，你已经正式答应当他助手了？答应了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想答应了，本来还以为我会安安分分的上班呢。你别以为了，以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只需要想清楚，你喜欢你现在生活方式吗？很喜欢。那不就结了吗？哎哎哎哎，等会儿我跟你说啊，总之你记着，无论以后遇到什么难以抉择的问题，你只需要坚持一个原则，跟着帅哥走。这么好，我才不要听你胡说八道。好吧，干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有事儿啊？我一会儿有空吗？有情况？我想带你去见个人。男朋友？我还没想好呢，你帮我把把关。我当然得给你把关了，你妈可把你交到我的手上了。你是化学系的？是。大三了？对。那你明年该毕业了呀。嗯，咱们学校化学专业呢，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，所以我打算考本校研究生。哦，那还挺好的。坐会儿吧，坐。真的很喜欢。哎。